根据琳琅中的验尸报告来看，他这被人抛尸，且刀法极准，心脏已血失控，凶手就是按照这种速度在杀人。现在整个襄阳县没有什么地方比我县要高。他从未能想到如此残忍的凶手。不出意外的话，第四起谋杀案的时间就是后天，肯定没有意外。